癌症患者施打维持体小红酶，请留意药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例如脸部潮红、口腔炎、手足症候群、心脏毒性等等。此短片将介绍如何使用冰敷方法预防手足症候群，期望每位即将接受治疗的患者都能事先了解，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本短片将分为四个主题：一、何谓维植体小红酶；二、维植体小红酶的优点；三、维植体小红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四、手足症候群注意事项。何谓维植体小红酶？维植体小红酶主要是将毒性极大的小红酶包覆在维植体中，当药物在体内循环时，可增加药物在血液中的循环时间，提高抗癌药物在肿瘤组织中的浓度，定点攻击癌细胞，减少对身体其他正常组织的伤害。维植体小红酶的优点：一、维持长效性的疗效；二、降低 90% 掉发的机会；三、减少外渗对身体组织的伤害，避免组织坏死；四、降低对心脏的伤害，只有传统小红酶药物的十分之一；五、减少恶心呕吐的比例。维植体小红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一、急性过敏反应。在第一次施打维植体小红酶的患者，约有 5% 的患者会产生急性过敏反应，例如呼吸不顺、胸痛、脸部潮红、背痛、低血压、头痛。二、手足症候群通常在给药后1到2周出现，主要的症状是手脚刺痛、肿胀感及皮肤变薄，严重者会产生水泡溃疡等症状。三、心脏毒性，维植体小红酶对心脏毒性的伤害只有传统小红酶的十分之一，但是仍然建议在接受治疗期间应做心脏功能评估。四、口腔炎，由于口腔细胞生长快速，因此容易受到化学药物的影响，口腔炎的症状为牙龈肿胀、口腔黏膜溃疡。五、恶心呕吐，患者在接受化学治疗药物后，通常会产生程度不一的恶心呕吐的症状。接下来我们将示范如何使用冰敷方式来预防手足症候群及应注意事项。手足症候群应注意事项：一、给药当天24小时内及给药后的3到5天内，避免接触热源，并且于注射后1周内，避免碰热水或热饮，以减少手足症候群。二、患者可使用冰敷袋反复冰敷手脚，如家中没有冰敷袋，则可用冰毛巾或用保特瓶装水冰在冰库中，结冰后取出，用毛巾包裹，冰敷手部与足部。夏天也可将脚泡于冷水中，以减轻能产生的手足症候群症状。三、在衣着方面，选择宽松舒适的衣物，例如不要穿袜子、戴手套或穿过紧的鞋，减少衣服对皮肤之束缚及摩擦。四、出门时要注意防晒，可以使用 SPF15 防晒乳液，并尽量撑伞或置身于阴凉树荫底下，避免阳光直射造成皮肤伤害。五、防止皮肤受伤，可使用保湿滋润型的护手霜，如绵羊油、维他命 A、D、E 护手霜等。最后再给大家一点叮咛：给药当天24小时内及给药后的3到5天内，避免接触热源，并且于注射后1周内，避免碰热水或热饮，以减少手足症候群。以上的介绍，如果仍有不清楚，都可以来电0800707080询问，并且在你预备要治疗前，都可向你的护理人员索取维植体小红酶病患手册，或者你可上网查询更完整的内容。